完全变成了一台只会杀人的机器。说狠，滚！李医生，你现在的表情才像是一个真正的杀手。你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，不就是想知道那些被我杀了的人，他们的尸体藏在哪儿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就在这些雕像里。我要让他们永远陪着我。你是不是害怕何警官也会变成这些雕像当中的一座？是不是害怕16年前的黑暗会变成他永生永世的噩梦？想要出去吗？杀人呐！杀人我就告诉你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完全变成了一台只会杀人的机器，忘了自己是谁。林浩，你怎么了？林浩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天生就流着医药世家的血液。你的父亲林世宏是全城最厉害的医生，他的医术了得，文武双全。你从小就跟着他学习医术，为了练习，你经常把自己扎得满身是针，别的小伙伴都笑话你是个仙人掌。林浩，